算是一个老屋改建的一个地方，以前是旧旅馆了。你这样看上面那地方，反正那个天线，我很喜欢这种日式风格的，很舒服啊。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咖啡厅，对，咖啡厅啦，也算咖啡厅下午茶，冰也是很厉害。其实三楼的空间蛮好的，是另外一个，它也可以用吧？它应该是也是喝茶的地方。咖啡厅啊，这是喝茶，对，喝这茶室。这是茶室，这是烟用。现在是三楼，而且他还有介绍一下，因为这边就是哈马星，哈马星历史文化，以前的日文哈马线是不是？好像。对，我记得蛤蟆冰就是冰线，就是一个车站，对对，线是什么线？就三手线啊，什么线的冰线，对这些。这个很去的感觉哦。哦，这边好像就开始有点介绍台湾的历史。那我要按。对啊。介绍我。只有那一排车喇叭可以用。OK， 这边啊，因为他这边就是开始介绍台湾的一些历史。你看小时候像包含串冰啊，像这个主题叫从叫卖说起，他就开始渐渐的告诉大家，当时在卖把布的时候，我有经历过这个年代，把布，就是这种，甚至还有这种手摇，手摇铃，还有这个最经典天霸王，天霸王，天霸王，我不知道什么天霸。以前我也是录节目才知道，他好像有个这种特别大的，什么叫抽奖还是干嘛，那天霸王，一马一大球，把。就是历史这样慢慢讲，因为可能现在小朋友以前这个啊，以前是拿来我们有那个装豆花也是用的。对对，你有看什么的年代台湾人如何消暑？你猜？台湾怎么消暑？我觉得应该用冰块，然后放在风扇前面。是吗？我没有听过这个年代。他说日本的是日治时期制冰技术之前，台湾人是无法享用冷滋滋的冰棒，只能靠凉水、凉茶啦，就是凉茶啦。他就说像冬瓜茶，然后仙草茶，然后茶，然后爱玉冻这样。就是带小朋友来这边，他们还有这种冷知识可以玩，甚至有点像扮家家酒。这是标本，你们做的好像哦。标本很可怕，标本像是冻样吧？标本这种就是它自然死亡，把它风干，会把血放干。然后放点防腐剂那种，然后最后好像会有一个药粉，药粉。这么的高级，这么的奢华，极尽。我也通常日式的冰哦，可能就是像我们这个串冰，是就是它会弄很多抹茶粉啊，或者是金石那种感觉。但它今天呈现出来，就有点结合他们那种怀石料的感觉，他们就想要把冰啊就可以改掉那种大家的那种刻板印象。他们以前那个店员是说，在平安时代呢，其实吃冰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只有皇家国戚的人才可以吃到。对啊，明明是没有办法。那台湾什么时候开始吃冰？是从日据时代开始。对。但是又引进了那个做冰的技术之后才有。然后他说之前呢，在宫中产品还可以吃到冰，然后刚好有一个女诗人就把她在宫中所有的遇到的事情都把它写成散文，就在。就类似这样子，对，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在宫里面是可以吃到冰，没错。那没想到，因为引进了吃冰的技术之后，反而吃冰现在变成街头的一个小吃。街头小吃，对，他就想要，大家想要把它回复到以前那种感觉，让大家觉得吃冰这个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然后把它做成一道料理。对，所以它结合了怀石文化。对对对对对，然后用九宫格。对，就是这些，就是我们常可能就是会去吃串冰的时候，常常会点的那些料都在这里。爱玉啊，薏仁，麦角还薏仁，然后花生、红豆、QQ， 然后大红豆是蜜豆，然后重点是我这个是金箔烧仙草吗？金箔烧仙草。哦，那你弄一次看看，我想看它变好不。来看那个金箔上去哦。一二三，有没有？哇！瞬间有味。它就是反而会因为那个温度差，它比较浓的地方就会有一点口感。你烧仙草就是你放久了，它就会开始会变结冻。对对对对对对对。哦，这乍看好像小金珠哦。啊！还有这是像微弹漆耶，罗定你的技术可以吗？你看，听着那种感觉，看交织感。然后我在这边是我可以一样共享这个九宫格，是不是很棒？它现在好好吃哦！可以加入我想要加的料，直接加入这里面，所以很适合两个人一起来分享。哦，超喜欢。
喜欢喝热的烧仙草。哎，怎么这么好吃啊？对啊，这个冰不就是加糖水的刨冰吗？怎么放了一个仙草？我觉得很好吃哎，好香哦！哦，这个有吓到我。所以他们这边也很照顾在地小农，是，因为这个凤梨冰是有故事的哦。后来不是这两个疫情发生吗？凤梨外销不出去，然后他们就觉得想要照顾一下在地小农，他们就把所有的凤梨都买回来，然后改良成这样的凤梨冰，没想到大卖。哇塞，这看起来就很可口啊！我觉得这个凤梨看起来就好久很久，金钻凤梨啊，厚哎，还有新鲜凤梨切片在上面，酸中带甜，甜中带酸。但是下去之后，我们摊水果好就好在甜归甜，但它不会让你觉得很腻，它通常就会拌一点酸啊或者香气，会让你觉得吃起来很清爽很舒服。搭配这个清冰，虽然看起来简单，但非常解暑。它的酸的比例比较高一点，酸甜酸甜。嗯，好棒。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鼓山这边啊，西子湾就在那边啊，因为大家通常啊，那个车子都是从另外，这个这应该算港口的另外一边这样子进出。其实，在它的对面这边有一家很厉害的台菜料理，而且就是这栋店已经90年。女爵庄园。没错，它哎，那在10年就可以列为古迹啦。对啊，它就是希望之后就可以变一个古迹，就有那种老屋的概念。那它现在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没有动到里面太多。那其实弄得很漂亮啊。很漂亮。真的不是要90年。窗户设计蛮大实，所以这应该以前是很有钱人家哦。但在那个年代，90年前可以盖这样子的房子，而且它窗户还弄着有那种百叶窗在外面，就是相当的欧雅，欧雅啦。都放了，对不对？是不是都放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老板吗？哎，不是。哇，这里真的。以前是90年前都盖的是这样子吗？这是以前是豪宅吧？都没有动过，有动过，有动过。他以前哦是，以前对不对？哦，有稍微给他改一下这样。改很多。哦，他以前是一个老房子，是。然后我们在承租他的时候，也都经过。哦。所以帮他改这样一点，但也是弄得非常的朴素生的。哦。外观没有太大的改变。对。对。然后我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个。这个是防空洞，这个是防空以前的防空洞。真的，对，可以下去的耶。可以啊，那个花圃的地方啊，下面就是走下去之后，我们就是蹲在下面。哦，那个防空洞，然后用布把它美化了。原本的，那这个是你们家的，对对对，就是有这样子的灯的技术是蛮厉害的。嗯，我们用灯的范围很好的，这边是专柜，这边是啊，所以我们一般，我们现在上去应该是这边是楼上是工业包场，哦，还可以工业，哇，气派哦，哦，哎，很美，超棒的，所以以前就有这样子连通的，真的很棒，哇。哇，这边包场办开个 party 好像也是小小室外的小婚宴，小型婚宴。那上面也是欧洲这些空间吗？哎，楼上是很适合喝酒抽烟的地方，因为可以看海景哦，还有观景。哎，年纪到了，也想要水水的，就这样。哈对啊，哦，可以看到这个很长的。哦，哇！我们在一个制高点上看过去，世界非常的美好。期待，期待你们的料理。经典的台菜都在这里了。真的，哎，这是根本就是酒家菜啊。哦，这个最经典的。对。对。这毛驴最爱。它的鱿鱼啊，跟那个卤肉好像一定要买那个什么罐头。对。最香最好吃。然后通常这道菜就是在酒家的时候已经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可能冬下半场的时候就是推出来，然后喝，让大家醒醒酒、醒醒脑这样子，很舒服。它都好鲜甜哦！哎呀，你看，真材实料，加大杯，加大杯了。哎，这个是三层肉，我觉得舒服。还有这个葱蒜放里面，好香哦。对啊。难怪这里可以办婚宴，我觉得这都是。
会有的菜都是可以的。因为他这边等于是说台菜餐厅，大家就会想到比较传统那样，但是来到这边的时候，营造就是一种比较西式的那种感觉。当然这些灯啊，这些摆设啊，就会让你在这边吃饭的时候有一种小错觉，对，很舒服啊，对不对？澎湃。嗯。哎，我们来吃这个。先腌嘛，对不对？然后拿去炸，所以你看那个皮，哇，这火一定控制得很好。而且他说一定要快火慢炒，因为要让那个酱汁可以附在这个鸡肉上。就他们一直腌的红糟啊，就有点收汁的那种概念，会这样子咬在上面。但是火就很重要，因为它外面是你这样用肉眼看就觉得有点恰恰，但它里面已经是嫩。哎，但它虽然在旁边都已经煎到有焦糖化，但它里面的鸡肉还是嫩的。对啊。但我要告诉你，这个鸡皮它炸得真好。对啊。嗯。就是有点酥酥脆脆，第一道菜吃到这个就开胃。嗯，太棒了。你想吃哪一个？我都可以。乌鱼子。跟着姐姐走。我们的主厨觉得呢，一般的乌鱼子略显单调一些些，所以他做了一个特别的改法。变化。你看乌鱼子旁边这一层黑黑的，它其实包了海苔。哦。然后外面呢是花枝浆包起来。嗯。刚煮出。再三保证，这绝对是泥牙好吃的乌鱼子。该不会一咬下去嘴巴打不开吧？但其实乌鱼子在台菜文化里面，像板豆的文化。你这样好讨喜哦，好可爱哦。打不开，好滑哦。好滑。它的加萝卜其实增加的脆感，因为它本身很滑，然后萝卜是脆的，很厉害，是不是？它的黏，不能说它是黏，它是有点，也不到 Q 的那种弹的那种口感，但是滑顺，软绵一点的那种感觉，但是它的那个黏度并不会让你觉得吃的时候有时候会黏在牙齿上面不舒服。它那个呛辣很过瘾，很舒服啊。接下来呢？五柳鱼。它这个味道酸酸甜甜的，好熟悉的味道。它不要糖醋的那种酸甜，那么样的给你强烈的感觉。它就是淡淡一点，就烩那个汁的时候啊，我觉得应该是有用蒜头、洋葱去爆香，然后这样吃下去的时候，又带有一点那个鱼啊，这个黄鱼下去炸的时候，放去炸鱼的时候，鱼都会有一种油香味。这时候它把烩的那个汤汁啊淋在上面之后，炸过的皮就有点像排骨酥，吸一点汤汁之外，这样吃下去的时候，搭配它上面的五柳，口感就会很好。这好喝，比我想象中还要细致哎。嗯，而且皮炸过之后也变得好 Q， 好好吃哦。来来来，这边还有这个道地的咸粥，芋头粥，没有最传统的，把蚵仔控的迷迷藏藏的，里面的蚵仔都是大颗又饱满，加一点虾米啊，夹起来，哇哇，大颗，好大颗，大颗啦，各位，哇。味道很足吗？超棒！芋头控的朋友点这个就对了，满满的芋头的飘味就在这里，一口让你爆开。而来到这边，不只是有台菜这些，它甚至有调酒，还有它的饮品。我刚刚想说，就一杯水果茶，他们这边也是给我浮夸到一个不行。还有冰淇淋啊！满满对啊，满满的水果坐在上面，还切这样子。这样的台菜配上调酒很搭。